4483，户名中华护生协会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生命法语》。读册的生活，佛教的慈悲，有时传承基督教开启的爱，那就是在一种无论喜爱以后去接受一切的情境。慈悲乃是一种会当和蔼温柔地对待一切难所无佮意事物的能力。慈悲乃是一种用来包容咱平常所袂当忍的巧妙方法。练习自卑，就要先对心态自我开始。如果咱讨厌自己，就会讨厌别人。就算咱对别人自卑，嘛敢若是表面的怜悯，这毋是真正的自卑，因为自卑是一种对自心映出的真实感受。修习自卑心，不是用情感，干那心想自卑是无够的。修习即是包容，好无愉快是无愉快，同时觉察即个无愉快，并且无爱好心升起厌恶感。心态自己，自爱他人。自卑并不是爱刻意对自己不好，对丑陋的代志不需要生起厌恶之心，对美丽的事物也无必要心生欢喜或者是想要占有。
咱会当用沉着甲冷静，并且无执着的态度来面对。当心不再自生问题的时，会变得真清明。心的本性是无限制、清净的、光明，而且平静的，会当包容一切事物。就算世上所有的本色都经过这个本心，也伤害不到它，没任何事物可以无损或者是伤害这个本心。爱专人得保持正念，确实是有可能的。咱爱做的是将迄个时时接着伊种种想要情景接触者排记遐，而自我解放出来。惯性在接触事物是一个大问题，因此当咱发现自己在暗暗抓着某一挂物件的时，必须提起自己，莫去插伊，放下伊。经过一段时间了后，咱这个接触物件的难度就会减低。咱会当利用亲像放下等话语来提醒家己放手，莫理会，也不为此自生问题。但咱接触到某事，
而且开始为之担忧，或者是受苦的时，就是该放下的时阵啊。人应该确切地审视生活中种种的执着，关照咱的所作所为。对于凡事的心情也是同样，咱用心专注并倾听伊，让伊完全受到觉知，才放下让伊消失。感官的世界也是一种烦恼和冲突，但是如果我们好好利用的话，我们会变成非常有耐心和温和、成熟、可亲、有智慧的众生。任何智慧在利用冲突来修行的人，都会变得温和、潮流。这样的冲突会抹去全部的棱角，也就是咱心中的污秽和粗鲁。在日常闲修的时，咱会当利用困境来做智慧的反观，比如烦恼、不满意、悲苦以及失望等等。这都是生活中的负面和不愉快，这也都是休息专注和成长的机会。咱会当将注意力
转移到感觉本身，而不必受阻世界应该如何。如果咱开始用念遐个敢那无法度忍受的代志，会发觉安尼修行非常有帮助。咱会当利用生活中的挫折困难来禅修，咱会当不断地面对在心中浮现的事物，遐个期盼甲欲望。有时咱便成为一个对生活中学习生疏的人，临时一个总是抱怨不已，在生命不如所愿时感觉到挫折的人。一个会当甲生活的本人、自己、周遭的人，以及所处社会共处的人，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禅修的人。咱都有机会成为开悟者，咱会当专心观察、了解，真正明白欲望是啥物，明白恐惧是啥物，明白当下是啥物，明白任何当下的显现拢是无常，以及明白无常就是无我。咱会当无间断地洞察自我的恐惧甲欲望，则无至于被因所迷惑。咱认为安全的物件，其实根本就无安全。因会改变、瓦解，甚至随时离咱离去。如果咱真正愿意互遐最难过的感觉存在，互遐最无聊、最奇葩的感觉存在，然后专注伊，甚至欢迎伊，那安尼，咱就是伫个把握机会，学习耐心，
温和与智慧啊。生命电视台肩负着传播佛陀觉音的弘法家业，同时也是海涛法师慈悲置业推广的平台与媒介。透过电视台无远佛界的传播，方才能将诸山长老法师的开示，以及南传、汉传、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，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，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，听闻正法，共取正觉，为令如来悲智法水长流不绝，滋养大地有情菩提心田。尤其为使海涛法师慈悲置业各项资讯长久推广，诸如弘法、护僧、慈善、放生，以及印赠经典、免费素食等慈悲置业，皆得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，无尽传扬，裨益大众。敬邀十方大德发心护持，共襄盛举，以让生命电视台常续诸佛愿心，继续推动如来法轮，广利众生。护持请洽各地中心、道场、讲堂、书房，或洽03-989-8686，划拨账号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明镜月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千万倍。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恭送普门品大悲忏暨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，日期7月25日星期日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云林观音讲堂，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-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，电话05-633-1565，05-633-1565，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上午8点半，车站前备有接驳车。
最吉祥。忍耐与顺从，得见众沙门，时时论信仰，是为最吉祥。一切处的